약속대로 진행자가 예, 특성을 한곡 들려드리겠습니다. 박사님께서 칭찬을 막 해주셨는데 그 정도는 아니고 요 그래서 제가 더 부담이 됐었거든요. 그냥 성악 음악 전공한 사람처럼 멋있는 노래를 불려 드릴거나 힘 있는 노래는 들려드리지 못하지만 여기 참석한 모든 여러분이 완쾌되시길 아주 간절히 바라는 사랑의 마음이 가득 담긴 노래를 불러드리도록 하겠습니다. 주님이 일하고 계시잖아요. 남들은 지쳐 앉아 있을지라도 당신만은 일어서세요. 슬픔 찾아왔는지 원망하지 마세요. 당신이 잃은 것보다 주님께 받은 은혜 더욱 마음에 감사하세요. 너무 견디기 힘든 지금, 이 순간에도, 주님이 일하고 계시잖아요 남들은 지쳐 앉아 있을지라도 당신만은 일어서세요 힘을 내세요 힘을 내세요 잡고 계시잖아요. 주님이 나와 함께함을 믿는다면 어떤 고난도 견딜 수 있잖아요. 힘을 내세요, 힘을 내세요. 주님이 손 잡고 계시잖아요. 수 있잖아요. 자 기회가 되면 또 앵콜을 해드리도록 하겠습니다. 지금은 다 같이 일어나셔서 걱정을 모두 버리시고 힘차게 부르시겠습니다. 忘掉一切烦恼忧愁，微笑，微笑，微笑，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世界多美好。放下烦恼有和忧，让我们从今安详。<noise> <noise> <noise> 忘掉一切烦恼和忧愁，了了了了了我们洪先生唱的是不好，我说的不出不假吧？我说对吧？啊啊，真的。 是跟那个两个人的之间是吧？不高不低，不偏不倚，不急不亢，很好。那天那个、呃、比那个小个子唱的更好，比那个个高的人也不逊色。呃，刚中带柔，柔中带刚，嗯，歌声很甜是吧？啊，我们洪先生的歌啊。 啊，没有那种技巧是吧？啊哈，啊啊，得经常唱是吧？经常唱啊。嗯、啊，哦，我真的喜欢红线上的歌曲啊，真喜欢。啊、哦，我不是这样，夸两句就拉倒的人。 啊啊！应该有更多的、更多的这个自信感啊！啊，太谦虚了啊！呃，唱能实力可以发挥的更好啊,啊！但是有一首，呃，谦虚过度啊！啊啊啊！稍微有一点这个谦虚过度，要放开点，放开唱啊！要放下面子。 嗯，放下面子，哈哈哈哈哈，很有实力是吧？啊，放开唱，放开嗓唱，可能实力更好，比谁的歌呢都有感染力，嗓音呢，呃呃，很很很甜，嗯，好了，今天呢。 呃，你们通过这个学习新起点生活原则呢？呃，你们你们明白了什么是真理是吧？啊，真理是多，真理本身就是真上面，真理其本身就是美的，是吧？啊，那些虚假的东西是不美的，它破坏美感，因为它是真理，所以它善。 那些不善的东西，它不可能是真理，所以真善美呢，是我们我们好像是说,说三个概念哈，其实它是一体的，是生命气息的一种外现是吧？体现它的外端而已。有时候生命的气息表现为啊、呃、是善，有时候呢，在我混乱的时候呢，真理表现为真理是吧？ 啊，在我气馁的时候呢，真理表现为美，所以是真善美。呃，真善美呢，并不是分分开各自的，是吧？是三位一体的。旧约圣经里啊，啊，呃，只有爱，爱的表述。但是新约圣经里的什么爱呢？分为什么？ 啊，这种阿伽佩，啊，菲洛也，e, 还有艾罗斯，爱希腊人呢，把这个爱呢分为好几种。啊，这四种四种爱呢，四种爱呢，呃呃，分解成以后呢，什么啊？呃 阿戈佩是上帝的爱，菲利亚是人类的爱，把爱都给分分解了、分支了，是吧？但是上帝的爱呀，都包容了这四个爱，嗯，四种爱，好像这个这个性爱呀，男女之间的这个啊，是男女之间的性爱，和这个爱和上帝的爱是什么？是两码事儿，是吧？啊，曲解了爱的本质，所以上帝的爱是。 呃，至高无上的爱，那么以这种方式就把上帝的爱给曲解了。上帝的爱呢，对我们，上帝是这样对我们讲述他的爱：，我是你们的丈夫，是吧？那么，不是这种情爱，但是为什么会说是表示为是夫妻关系呢？我是你们的朋友。 有时候说我是你们的朋友，有友爱是吧？所以上帝的爱呀、啊，已经包含了是爱的所有的呃要素是吧？因素。所以你们看圣经耶利米书的时候呢，我是你的丈夫，你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们，你要回归我，回归于我的怀抱啊！这样记述着人类与上帝的关系，好吧？ 那么你们看，上帝的爱啊，包含了所有爱的因素，是吧？啊，没有什么什么这种非常至高至纯的阿伽佩洛，Love, 就是呃，love 是上帝的爱。那么这种肢解爱的呃说法是曲解上帝的，曲解了上帝的爱。我看圣经呢，上帝的爱呢是。 包好了一切。那么，旧约圣经里有本书叫《啊、呃、雅歌》，是一种像中国过去的这个《诗经》一样，是吧？什么这个，呃，什么这个美腿呀、啊，啊、呃，美胸啊，啊、呃，这样的单词也有。但是乐而不淫，是吧？这是这是描述什么？描述啊、呃，描述。 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这种至高至纯的爱来描述人类和耶稣之间、上帝之间、人类和教会、耶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所以包含了这个，啊啊，从这个大的角度来，大的角度来去理解这个啊，圣经是吧？啊，什么？美，你的你的乳房像什么什么？ 啊，圣经可以可以记录这些淫秽的东西吗？不是的，啊，这种是乐而不淫。现在的人呢是淫而不乐，是吧？是用这种用我们人类的这种狭隘的目光去曲解圣经，曲解上帝的爱，曲解圣性，好觉得什么性生活是呃肮脏龌龊的，是吧？而这种性爱不是上帝的爱，啊，这种啊、呃、分。 分解上帝的爱的分，把上帝的爱进行分支的那个做法是不对的。所以我就对这个艾洛斯这个话呀，呃，那么希希呃希腊人是怎么啊、呃、怎么对这个情爱呃做的定义呢？我分析了以后呢，发现这个普拉啊普拉顿这个人对这个情爱的做了一个很啊、呃、很很很很酷的解释啊。 那么情爱呢，就是人呢，啊，丧失了人的本本性，然后为了为了恢复这个本性啊，是这个，呃，是逆流而上的，因为我们原来的本性啊是呃更高境界的本性，是吧？为了这个向这个本性追求，为这个更高的本性返璞归真的什么？ 向着我们，为了到达这个更至高无上的本性的欲望就是什么？是我们的情欲，和我们所认识的这种情欲是完全两个层次的理解，是吧？所以这个世界是个堕落的世界啊！用堕落的眼光去分析判断一切，把原先的这些，呃，真理啊都给曲解了，而、啊、是把那些高尚的、至高至纯、有很深深刻意义的生命的意义呢？ 都给作建成那些啊啊没有意义的东西，然后我们去使用它。这个这个话里面本身呢，啊，把这些意识当中的最生命的本质的东西给丧失了。所以呢，啊，你们需要生命的气息是吧？所以你们要对这些呢，要要刻意追求是吧？ 嗯，所以啊，哦，哦，我现在，我们现在就用中文给大家传播信息，是吧？今天我跟大家的交谈当中啊，啊，把孔子《论语》里的这些内容啊，我真是拍案叫绝啊！孔子的一些话，真是拍案叫绝。那么孔子的呃一些话语啊，你们要读一读哈。 你们学完了新起点生命起点新起点原则以后，再看孔子的《论语》，啊，他已经懂得了这个新起点的原理原则，是吧？好像是懂这个原则，因为啊、呃，万物归元哈。那么他虽然没有使用“生命的气息”“生命的啊、呃、基础设施”这样的概念哈，但是理儿是一个理儿，啊，他的这个真理是一致的，啊，释迦牟尼、这呃孔子都懂得这个理儿。 一以贯贯通是吧？所以你们要真真的深刻的对真里进行思考，去追求。我对孔子啊啊这个佛经啊都懂的话，啊我可以给你们啊写多好是吧？也多酷有多酷。但是以后请我们这个圣地兄给你们讲啊。那么，那么我我是给你们讲圣经是吧？ 那么这个高尚的旨意信息，你们要学，是吧？上次我给你们讲过哈，啊，圣经里有一个有一个复仇，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吧？那么圣经里所说,说的附属呢，是要要爱你们的仇人的这种上帝的本意呢，啊，不可能让你们去复仇，是吧？ 那么圣经当中呢，却到处都是什么啊？有复仇的故事，就是我要替你们复仇。那么上帝的百姓就曲解了上帝的呃心意，是吧？就是上帝感谢你啊，我们的仇人就在眼前，你去替我们解解仇吧，啊，用这种心怀意念去曲解上帝的旨意啊，啊，那么完全曲解了，啊，就是这些所谓的信靠上帝的上帝的百姓。 啊，却曲解了上帝要为我们复仇的啊，他的本意完全曲解了，是吧？嗯，啊，所以说那些坏蛋呢，要要在地狱里头让他们受煎熬，因为这是上帝在复仇。这种心理啊，这种理解呢，啊，那么地狱火在里边，坏人在地狱火里把。啊 不分昼夜的受煎熬、哦、啊，这痛苦的呻吟啊！看着这个呢，却拍案叫好啊、嗯！我们就是什么啊、哎、啊？真的爽啊、嗯！活该！啊，有这种心怀意念的话，你说这怎么能是嗯？这怎么能是一个善念呢？嗯，一点慈悲的感觉都没有，慈悲的心怀都没有，是吧？那么烧死你们！谁让你们作恶多端？ 这样的、这样的心怀意念聚在一起的天堂啊，我真的没什么心思去，懂不懂？这样的天堂，我真的没什么心思去。天堂上有这种心思的人聚在一块儿的天堂，能有什么乐子呢？和这个世上有什么不同呢？是吧？啊、嗯！所以你们细想一想，是不是到了天堂以后，啊，你们的母亲？ 怎、啊、么让你们的父母怎么让他信他也不信，啊，最后上帝惩罚他们，把他们呃抛入地狱内，啊，那么他们在地狱里头啊受煎熬啊，他说、啊、渴，我渴，救救我吧，啊，淑芬，给我拿点水来。那么淑芬怎么说？是我让你去教会你不去啊，你不听我话，你活该。 啊，用这种心怀意念，啊，能是天国吗？你们不要用这种心怀意念去信上帝，这是非常非常愚蠢、幼稚的，是吧？你们要细心的想这个理儿，啊，要反思你们所谓的信仰是停留在怎样一个层次上的问题。从根本上，出发点本身就错了，是吧？所以你们的信心本身呢就没有喜悦，是吧？ 没有喜悦啊，就是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是吧？来来去去，也不知道自己信什么是吧？里面没有什么真理的喜悦，啊，也没有这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是吧？嗯。那么我们看啊，那么我们讲讲讲这些内容啊，这是么，真是没完没了。那么今天晚上我要给大家讲什么呢？那么我们要看看圣经当中的，呃，所谓的复仇是什么样的复仇，是吧？ 它的本质是什么？本意是什么？你们看旧约圣经，呃、那么旧约圣经是审判的上帝，可怖的上帝哈、啊。你们看，真言二十五章是旧约的圣经是吧？真言二十五章，二十五章，你们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们吃；若渴了，就给他们喝，是吧？是吧？和新约的。 和新约的圣经是不是一样？这是旧约的上帝是吧？嗯，啊，那么有这样的记录呢？还有什么？还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们已经明白了是吧？啊，那个这句话本意不是他，是吧？那么你们看，要给你们的仇敌啊。 啊，若饿了就给他们吃饭，若渴了就给他们水喝，因为你们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把炭火堆在他们头上，耶和华必赏赐你。这就是旧约所说的上帝，是吧？旧约的上帝和新新约的上帝不是两个上帝，懂不？不是那些对坏人就是呃。 一一棒子打倒，然后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上帝是吧？那使徒保罗这个人呢？那么保罗在在得到保罗这个名字之前，他叫他原名叫扫罗是吧？扫罗这个人呢，是是怎样认识上帝的呢？在成为保罗以前，他认为这个仇人呢、啊，应该怎么样？应该杀死他们，不能让他们存活。 他是这样信奉的，是吧？所以他就那么专门去去抓那些耶稣的门徒，然后他把斯蒂芬这个耶稣的这个非常有灵感的门徒呢，啊，就是他传这个斯蒂芬每次正道都在呃传扬上帝的，因为他真正领悟了上帝的啊，像人们。 讲述啊、呃，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爱的化身，所以使徒保罗呢就对这个斯蒂凡呢恨之恨之入骨，是吧？竟敢传播异端的邪说，啊，嗯，那么我呢？哦，我现在所做的就是斯蒂凡所做的事情，是吧？那么我就告诉你们是啊，不是就是上帝，上帝让那些坏人在地狱火里永受煎熬，哈、啊，不是这样的。 啊！上帝说应该怎么对待你们的仇人？啊！上帝告诉你们不要以恶还恶，是吧？要用要用善战胜恶，是吧？以善治恶，嗯。那么你们看，所以啊，扫扫罗呢，那么，呃，气不打一处来啊，然后就带人去把史蒂芬抓起来，然后用石头把他打死了，是吧？ 那么，斯蒂芬在被处于极刑的时候，被石头打的遍体鳞伤的时候，就在他奄奄一息的瞬间，那么斯蒂斯蒂芬在扫罗的眼里、心里啊，斯蒂芬应该死的时候是，呃，什么形象？应该是什么形象？啊，是咬牙切齿的说啊，你你你这样嗯、啊、残害我，我就是变成鬼儿，我也要盯上你，哦、啊、哦，我饶不了你。 那么我要诅咒你，愿上帝诅咒你啊！他以为他会咒他，少了以为史蒂芬会这样，这是人之常情是吧？所谓的常情，但是史蒂芬死的时候呢，确实是怎么样？啊啊！那些真正心里有上帝的人呢、啊，即便你们死于那些仇人投向你们的石头，呃、啊，在死亡的那一瞬间。 也会为你们的仇敌呢，啊，祝福，并且心里有一种平安，啊啊，死而无憾，视死如归，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气概呀、啊！是不是啊？是吧？斯蒂芬具有这种气概，因为他心里有上帝，啊，有一种真的安详与平安，是吧？有一种光彩，是吧？啊，没有死亡的恐惧，不但不诅咒扫罗，反而人说。 上帝啊，你饶恕扫罗，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所行的是什么。哎、所以说我我真的盼望扫罗呢，能够认识我所认识的那个爱的上帝。我希望这个扫罗能够能够遇到这个上帝，并且明白这个上帝，和我一块儿能够得救。在天国呢，我们能够遇到这个扫罗，是吧？这样为他祷告。 上帝，你求你帮助他，这才是慈悲心，是吧？就是斯蒂芬所希望的什么复仇，是吧？这才是真正的复仇，是吧？啊，这是多么呃彻底的复仇，是吧？圣经里所说的复仇，所所真正的意义就是这样的复，这样的意识，是吧？啊，我们世上所说的那种复仇啊！ 你们不要用这个世上的概念去理解上帝所说的复仇，所以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啊，今后你们在明白了为了追求真善美呢，你们要啊、呃、努力去研研习圣经，是吧？嗯，特别是我们这个通过通过我们的网站呢，你们可以学习圣经，是吧？你们看看网站的内容，那么你们在。 啊、哦，这样令令人发指、令人可怖的这种以牙还牙，啊，多么令人发瘆呢，是吧？那么归根结底呢，它的本质呢，是上帝的爱的另一种表现，是吧？明白了吗？嗯。啊，啊，你们，啊，你们，啊。 尽量不要去复仇，是吧？不用不用用你们的方法去复仇，是吧？啊、嗯，你们当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你们心里就有一种平安喜悦，啊、哦。那么，那么啊、哦，给我的生命，啊、呃，赐予我生命的气息的生生不息的上帝是这样慈悲的上帝，是吧？当你们明白了这样这样的上帝以后，内心当中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按耐不住的。 无法言喻的一种喜悦啊，啊啊啊！你可以就是放下放下一切的这种假面，可以在上帝的怀里，可以啊、呃、沐浴他的爱，是吧？我们称之为信仰，这叫信心，是吧？好了，你们看这个扫罗呢，啊，将尸蒂芬处以极刑以后呢？ 那么他他原以为斯蒂芬会咬牙切齿的诅咒他，是吧？但是出乎他的意外，他的脸上有一种啊、呃、光明，是吧？有一种平安的喜呃气色，啊，这种气概往往，往往往往把啊、呃、完全把这个把扫罗给震慑住，是吧？因为他脸上没有一点的仇恨，反而却充满了平安与喜悦，反而用祷告来饶恕他。 替保罗担心是吧？啊，当扫罗看到斯蒂芬的这种表情以后，他终于明白了，终于明白了，使徒斯蒂芬所相信的那种啊，耶稣上帝的爱，并且明白了耶稣基督的和平的脸就是耶上帝的爱的化身。所以这个时候，使徒保罗的基因呢，就怎么样？啊，突然被激活了，是吧？ 那他感受到了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够的，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什么强烈的真善真善美的冲击，是吧？嗯，啊，这真是，真是生命的感觉，是吧？生觉啊，被激活了。那么内心当中有一种极大的震撼啊啊！到底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我我让我处处将斯蒂们处以极刑啊，说不定就是什么。 是不对的，是吧？终于反思了，我好像是不是我从根本上搞错了什么呢？我所认识的上帝和体蒂芬所认识的上帝是截然不同的。谁的上帝更伟大？谁的上帝更更真切，是吧？所以少罗不能不不能不为这个问题去苦恼啊！如果 不苦恼的话，他真是铁石心肠了，是吧？所以，扫罗呢，终于呀，明白了斯蒂芬所相信的那个上帝，明白了上帝的爱，并且领受了这份爱。 那么接受了史，领受了史蒂芬的这个爱，上帝的上帝以后呢，也就是上帝在充满了扫罗以后呢，扫罗开始成为爱的，呃，传播者，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温柔，爱是凡事包容，爱是不发火。过去什么天天发火，天天怒气冲冲是吧，杀气腾腾，啊，却变得什么，却变成啊生机勃勃，充满生机的石头保罗是吧？ 那么，从这个令人可怖的上帝呢，变成了慈爱的上帝，啊。所以，扫罗呢，终于呢，对复仇呢，啊，下了新的定义啊，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复仇的真正含义。所以，大家看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啊，是使徒保罗写、呃、写的，呃，福音书是吧？ 三是，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和所有的人，包括你的仇人，要跟他和睦相处，是吧？嗯。啊，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 任凭主怒，是吧？啊，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说：“上帝为我，我们也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吧？”所以说和，和旧过去他所认识的上帝、旧位的圣上帝呢，完全不同了。不是上帝不同了，而是他的认识不同了。 所以，然后他怎么说？是“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把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和真言二十五章的内容呢是完全一致的，是吧？所以他引用了真言二十五章，刚才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是吧？他重新领悟了旧约圣经里的上帝。 啊，像施提凡这样的叛逆呢，应该异端呢，应该啊，气，处以极刑。这种铁石心肠的扫罗呢，变成了慈悲为怀的扫罗，他的心怀意念变了。所以呢，少罗呢，啊，开始成为一个，成为一个满腔热情的传播上帝福音的、上帝的爱的使徒保罗了，是吧？ 那么这里啊，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炭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这段经文呢非常值得回味。啊，这个炭火啊，从哪儿来的？它的它它源于什么？源自哪儿？使特保罗呢？他是旧约圣经的呃学者，他是旧约圣经的博士，是吧？旧约圣经当中的所有的单词呢，他他都能。 他都懂，是吧？那么你的仇敌若饿了，你就给他吃；若渴了，你就给他吃，因为你这样行，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么没有啊，没有这个圣经功底的人呢？他们说啊，你们你把这个仇敌啊领到你前面，然后给他吃，给他喝，然后。 然后给他点吃，给他喝，然后等他睡觉的时候，在他头上放什么，倒炭火，烧死他，嗯，烧死他是吧？啊，让你变成变成丑八怪，啊，是这种复仇吗？那些圣经功底肤浅的人呢，会这样，会这样，会这样曲解圣经。那么这种肤浅的眼光去读圣经的人呢，就会误解圣经为把那些啊。 恶人、坏人全都怎么样？用火给他，让他们受煎熬，啊，活该！那么你们就是会停留在这种层次上来，是吧？所以人们呢，在很低贱的层次上去去曲解圣经、曲解上帝，你们要，你们要，你们的水平有待提高，嗯。那么使徒保罗呢？这个炭火呢？这个炭火在圣经里到底什么意思呢？啊？ 他也是从哪里引用的？也是从旧约圣经箴言书当中啊引用的，不是使徒保罗首创的哈。这个炭火呢，炭火这句话呢，也是从哪里引用的？也源自哪儿？也源自旧约圣经箴言二十五章。那么记录箴言的这个人也是从哪儿从哪儿引致了什么啊？也也来的，但是他也不会把炭火呢理解为我们所所说的那种炭火哈。 那么，真正认识上帝的人所说的“炭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圣经当中记录是“炭火”的时候，你们不要、你们不要把它直接想为是炭火啊，那就那就变得幼稚了，是吧？圣经当中的这个“炭火”，肯定是有什么用途、有什么啊、呃、信息的，是吧？所以你们要去研究，研究这个“炭火”这个概念在旧约圣经当中是怎么使用的。 那么你们，呃，现在这个圣经当这个电脑当中啊，可以检索圣经是吧？你们把“炭火”一词啊、呃、打进搜索栏里，一搜索的话，圣经当中所有的有关炭火的内容都会呃搜索出来，所以很变得很很容易。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炭火呢？啊，他的他源自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六章，以赛亚书六章。 以赛亚六章呢，是什么样的场面呢？是以赛亚这个先知啊，这个先知呢，啊，真是先知者不详。他们是吃尽了苦头，因为他们，啊、呃，他们知道知道了天机是吧？明白了，啊、呃，比别人，呃，对上对神对上帝的信息呢，旨意呢，啊、呃，有更多的了解，他的。 他的使命呢，就是来，来，来唤醒众众生，是吧？所以他们的一生啊，很坎坷。所以人们呢，不领受他们，曲解他们，而且逼迫他们。你们来此来此之前呢，什么去看一看李博士到底啊、呃、做搞什么这个健康食疗是吧？啊啊，是不是民间疗法啊？还是什么啊什么偏方啊？用这样的思维啊，这这这个。 来到我们这里啊，然后用用这个生命的气息，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啊，来要来改变你们的这个观念哈、啊。我得就是使使尽浑身解数哈、啊，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顽固不化的人啊啊，那么就得使出浑身解数来是吧？也是他们的苦恼啊。以上叶也是个非常孤独啊、呃，充满了烦苦恼的人是吧？ 不是自身的苦恼，而是为众生苦恼，是吧？所以当时以赛亚时代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啊，非完全堕落了，是吧？道德已经已经败坏。是，那么以赛亚所认知的这个上帝呢？老百姓们却不认不认识，而且不但不认识，而且曲解了上帝。那么上帝呢？那么上帝要差遣一个先知，一个人，去彰显上帝的爱。 上帝的真信息，去唤醒以色列百姓，是吧？让他们从罪当中悔改过来，啊、嗯！所以上帝拆遣他的仆人，也就是以赛亚先知。所以，那么上帝在找他的这个仆人的时候，就找到了以赛亚。以赛亚呢，蒙上帝的召召选，啊，啊。 那么，上帝是这些啊，对这些认为上帝是可怖的上帝、惩罚罪人的上帝、让上让罪人永远受惩罚的上帝。那么，认为人们大家都认，这样认识上帝。但是，以赛亚要去诠释什么？上帝是爱的上帝啊，就像过去谁呀？就像扫罗、达什、斯斯蒂范一样。那么以，以以赛亚呢，也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传递这个真信息，是吧？那么，在出发之前呢？ 上帝呢？啊，上帝要彰显自己，告诉以赛亚他是多么慈爱的上帝，所以上帝彰显在以赛亚面前，啊，天上的宝座啊，上帝的宝座在以赛亚面前，呃呃出现是吧？作为意象出现。那么就像我已经告诉大家的一样，如果李香久啊，我比你们懂得多是吧？ 比你们那么作为开悟你们的人呢、啊？但是呢，李李香酒最终也是什么，也是不完全的什么存在是吧？一个不完全的凡夫肉体而已是吧？那么我是这样想，大家却把我以为是啊，也是了不起的人啊。其实我是个跟你们一样的平常的人，甚至有人会这样对我是吧？ 晚上下课以后啊，我给大家祷告哈。晚上祷告完了以后啊，有这人来是，啊这样呆呆的望着我是吧？啊这样望着我，啊完全是看呆了，是吧？啊都走了他不走，啊走完了以后他对来到我这里是说：“啊李博士你是耶稣啊。” 嗯，以说：“你何以冒此言？”就是你祷告的时候，大家都闭眼睛，但我我睁眼看你。那么祷告的时候，你脸上有有光彩啊，光芒四射啊。所以您您就是耶稣啊啊，您就是耶稣在世啊，在现。啊，大家大家想啊。” 这种这种人，呃，屡见不鲜哈、啊。这个时候，你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李向九会怎么怎么想？哦，真的发光是不？啊、哦，那我以为我什么都不是呢，原来我脸上发光啊！啊、哦，我不是一般二般战士啊！啊、哦、啊、哦，这样这样的话就大事不好了。 啊，那就是就了不得了，是吧？啊，就变得了不得了。那么就是什么？有一个力量在驱使什么？驱使李向九也这样想哈、啊，就把死亡的念头啊占据了我的心头哈、啊，正在正在正在什么？正在诱惑我是吧？那么啊，你是耶稣，那么李向九就忘了本了是吧？然后就说啊。 啊啊，稍稍漂浮一点呢、啊，呃、啊，傻蛋就，呃，通过另另外的这个呃，这个夫千子呢，来来捧我，是吧？越捧呢，我就越越不知道自己了，最后就成了一个教主了，是吧？啊，李湘李湘九不久就成为教主了，那么教主都是这样自欺欺人的结果，是吧？所以。 啊，魔鬼这个傻蛋这样一捧你们，啊，你们一被捧起来，你们就成教主了是吧？就上傻蛋的蛋了是吧？当了是吧？那么让你们成为教主啊，你们要一记得一定要成为了不起的人，有相当的、相当的一种超人的能力是吧？什么能力？那么一看你呢，一看你呢，就能看透你的心思是吧？ 你里边有恶的念头，他他自己他就自己知道，他说啊，这种恶的计打算是吧？自就自己知道，谁都不知道啊。那这个恶的念头是谁给的？是傻蛋给的是吧？那么，那么这个傻蛋呢，就可以把把他的这个恶念头呢来告诉我是吧？能不能告诉我？当然能是吧？ 啊，这就是什么？那些算命先生是吧？是是占卜，那我就成了一个这个最新版本的这个算命先生了。你过来，你过来，你现在心头是不是想这个念头呢？呃、啊，这一下就给他吓呆了是吧？哇，你怎么知道我的心思呢？啊，你能看透我是吧？ 那么他他就肯定就成，肯定成我的这个马前卒了，是吧？他们一点都跑不了，拿钱就得拿钱来，是吧？拿命就得拿命来。哇，这个人真的了不起，嗯。然后怎么说？就说你有糖尿是吧？哎，是啊，那、嗯、么。 哦，我我对他说，我知道他他他心里想什么，是吧？啊，昨天，比如说，比如说昨天在某一个某一个这个情侣旅馆跟谁晚上有有有个猫腻儿，我都知道，是吧？啊，那么那么我一指责出来，他有没有话说？那一下就服了，是吧？那么。 你悔改，然后我、哦、一按手，他病就好。然、哦、后他已经知道我，我已经看透他了，所以李李香九是一个有一个了不起的人，有神力的人是吧？嗯、这个时候一按手，那么你糖尿病啊，你你赶紧离开吧，他肯定得好，因为他相信我。 所以这个世上啊，就有这种各种各样乌七八糟的这种啊骗人的这种啊奇怪的现象呢，呃、啊，可以盛行的理由就在这儿啊。哦，这个听说这个人一按手就会好是吧？这是非常蒙昧的这些蒙昧蒙昧的这些无知的这个老百姓啊，就被这样的人给骗了是吧？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事情，充满了啊，没有看不到政治，是吧？ 假作真是真亦假的世界，这个灵的世界属灵的世界呀、啊，生命气息的世界啊，所以你们只有接受真善美的气息啊，接受那些杀机、死亡的气息呢，被死杀机所控制的话啊，控制这两个世界呢，不断的在争斗，那么杀机占领我的心头，我就变成杀气腾腾的人是吧？见什么都是仇恨的复仇是吧？ 这就是死亡的气息，有生命的气息，生命的气息让我们生机勃勃，生生不息，是吧？啊，所以呢，那么大告诉大家这个道理的书就是圣经，是吧？所以圣经当中有魔鬼的概念，你们不懂的话，啊，那么魔鬼这个概念就变得非常啊、呃、没有意义了，是吧？当你们明白了呃啊这种我们精精神我们心头的啊呃这种每天的这种啊、呃、征战。 啊，了解了他以后，这魔鬼呢，你们就能认识到了，是吧？那么，天天让我们抽烟喝酒的念头，就是魔鬼的念头；让我们戒烟走生命道路的念头呢，就是生命气息的念头。我们就每天在这个两个念头当中较量，是吧？烦恼，嗯，大家要明白，是吧？啊，所以呢，啊。 所以，孔子的道也好，佛佛家讲的道也好，那么圣经里头已经赤裸裸的把这一切真实呢展现在我们面前。孔子啊，是很高尚哈、啊，不出现是魔鬼啊这样的概念是吧？不谈利乱鬼神，但是利乱鬼神呢，确实在我们每个念头当中与我们较量是吧？嗯，那么。 李香酒被你们吹捧起来以后啊，那么啊，那么到处就开始讲什么啊，我遇到一个人叫李香酒这个人可不是什么一般的人，是吧？啊啊，什么我我我我做点坏事，他都知道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得跟随他，是吧？啊，那么做搞什么事业以后怎么赚钱？啊，李向九说，啊，那么傻蛋就告诉你，傻蛋，按你的念头肯定成功、啊，让他赚钱是吧？哦，那么赚的钱呢、啊？那肯定得交到谁手里？交到我手里？朋友来啊，都得都得来啊啊！哦，我们所所谓的这个政治界。 政治界、财界啊，都后边驱使他们的力量什么？啊，都是你们上山顶上都有什么？巫师是吧？那些巫师们和这些恶势力的灵相通的巫师，由他们来控制。那些神占巫师啊，跳大神儿啊，跳大神儿以后啊，按照他们这个呃占呢、啊、去做的话，就能成功。 所以那些竞选总统的、进行议员的这些政治人、政治所谓的政治家们呢，啊，每次大选的时候都去，都去，呃，跳大神是吧？这个世界可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么，那么，呃，随随便便的世界。所以圣经总说你们要清醒，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是吧？啊，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如果我被你们。 呃，所以我不上你们这个当，是明白没有？你们怎么捧我，我也不上这个当啊！有的人说说，啊，能和您能和您在一块儿一块儿吃饭，也是极大的荣幸，是吧？在我看来啊，在我看来，这个不是不是不是，呃，事实是吧？不是这个，所以你们以后少来这套，懂不懂？ 所以，我呢，反而呢，你们能来听我讲道，反而我我在谢你们，懂不懂？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荣幸，懂不懂？啊，还有的人说什么？啊，比如说我一在就是，那么天天我的座位是空，他说不敢坐在我旁边啊，这种风气呀、啊，你们把，就是吹捧教主的文化是吧？ 这教主啊，都邪教教主、啊，都是愚昧的民众缔造的，懂吗？嗯，所以魔鬼呢，那么魔鬼呢，天天诱惑我，让我成为呃这个教主是吧？那我现在不上这个当了，不上这个当了啊。那么成为教主啊，只要有就一千多个信徒，那就了不得了，明白没,没,没？几个人的信徒，有三千信徒的话，他。 他们把他们都交给你，那你就,就是了不得了，是吧？啊，那么这成上万人，你看看，哦。那么房子很快就能盖起来，是吧？嗯，一个人给我交一亿，是吧？一千不一千个人不就一千亿吗？啊，那是了不得的，是吧？ 世界，这个世界都是这么这么运作的，是吧？他们不知道他们被什么样的灵所驱使，啊，因为他们只见眼前的这种神通，是吧？按照他们，他那这些呃傻蛋的话呢，啊，他们那么他们认为的钱能赚到啊，他们所谓的服务能得到啊，所以呢，他们就服服帖帖的。嗯，这你们却要知道，你们不要被这些。 受骗，最终这些还是把你们引领到死亡的道路上，哈，让你们拼命的赚钱，最后小命儿都搭上，都不知道怎么搭上的，是吧？嗯，啊，啊，这是杀气，是吧？这个杀气来自傻蛋，杀气是腾腾的，是吧？所以你们要这个把握你们现存的时态，是吧？啊，啊，过去我们说魔鬼傻蛋，哎。 拉倒吧，拉倒吧，哪有那玩的东西？哎、嗯，不是，魔鬼、傻蛋。但是这是我们的现实，每一瞬间在我们心头当中，会有这种两个力势力的较量。所以魔鬼呢，啊，他们是不经你们的允许，那么强行的侵占你们的念头是吧？心头，上帝的爱呢，是不是无理的？是吧？呃，杀杀气呢，却是无理的，是吧？ 所以你们呢？所以我，我我将要走的道路啊、呃，也是，也是布满荆棘的，是吧？记住“先知者不祥”这句话是不假的。那么你们在这里啊，听我讲课哈。那么你们出去讲啊，啊，这个消息啊，不胫而走，是吧？一传十，十传百。 尤其是什么，年轻人呢、啊？啊、哦，通过网络，网络看到这个，啊、呃，我们的这个见证，看了我所写的字以后呢，看了你们的这个恢复故事以后呢，他说啊，就是这个，认准了这个理儿，然后怎么样？说父母，你们去吧，母亲，你们去吧。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呢，越来越多，不声不息，无声无息的这样啊、呃，正在扩散。 我们现在这个势力还很薄弱，是吧？当一旦这个势力扩大以后啊，成为一种生命的运动以后呢，那么医院就不干了，是吧？那么医院的癌症患者就不走了，什么去哪儿以后去什么什么哪儿以后就不来医院了，是吧？那些巨大的这些这些势力啊，会会袖手旁观吗？不会的。 所以这些这些大医院们现在也在注视着我们啊，怪啊！那么要死的患者却怎么样奇迹般的都复活了，是吧？活得好好的，回来检查啊，六个六个月已经应该去阴曹地府的人，活蹦乱跳的来做检查啊，身体都一点异常都没有，正常啊！这些医院们也纳闷儿，是吧？ 去哪儿了？你去哪儿好的？去哪儿哪儿好的？现在这个医院呢，也在开始啊、呃、注视我们，是吧？啊、呃，那么经常发生的话，他们会怎么讲？他们就会聚在一起，怎么来对抗？怎么来扼杀他？是吧？啊，将来这两种势力呢，我已经都预见到了，是吧？我已经都预见了啊。那么。 当这种患难临近的时候，我为了能够啊、呃，能够矢志不渝的走这条道路啊，那么你们除非明白这是多么善美的道之前呢，啊，你们你们不发生动摇是不容易的，是吧？就是刀架在脖子上啊，你们也不会啊，不会。圣经他说这叫是额头上受了印，是吧？ 所以说，我们心智已经是，就是什么都撼不动了，是吧？啊，坚定不移了，啊，当你们真正的明白真理的时候，啊，那么就是什么？就是圣经描写为先知者看到了天庭的宝座，是吧？对真理呢，有个豁然的了解了。那么从他的角度来讲啊，他就确信不疑了，有勇气了，有信心了，是吧？ 那么我还是一个罪人，我怎么能领受这份大光呢？是吧？啊，我嘴里出来的都是一些啊肮脏的东西，我还没有准备好，上帝却把他的真理彰显给了我啊啊，把他的宝座彰显给了我。所以这段行为是：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就是上帝彰显在他的面前，他的衣裳垂下啊。 遮满圣殿，其上有萨拉佛吃的萨拉佛就是天使，是吧？啊，这样描述以后呢，我们跳到第第四节，是吧？第三节，彼此呼唤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天使的赞美充满天庭，是吧？”啊，非常壮观宏伟的景色景景象，是吧？啊，那时我说或在。 祸灾，我灭亡了。大事不好了，是吧？我要死了，是吧？我要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我眼见大君王耶万君之耶和华，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还没有做好准备，上帝却彰显给我，把他的真理彰显在我的面前。那我怎么领受？说我是罪人，不敢领受。啊，我的嘴唇不洁。 是我所说的话，还不是真理，是吧？他说忏悔告白，这个时候呢，啊，有个天使呢，沙拉佛手里拿着红炭，用火剪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过去这个这个我们在这个过去啊用的家里用的这个这个火炉是吧？啊。 有一句话，日本话我想不起来。啊，放到放到这个房间里，然后大家一起在炭火里烤火的这种火炉是吧？火盆儿，我们叫火盆儿是吧？这种火盆可以取暖。嗯，嗯，嗯，想不起来，反正反正反正那个时候超冷是吧？气候。 那么，因为家里没有暖气啊，啊什么这个那个取暖的设设施很多是吧？火炉，嗯、啊，这个火炉，这火盆啊，里面有什么？有有碳是吧？然后用个，啊，用个用个夹子就这样，啊，这个来回的这样拨是吧？有一个有一个火火夹子是吧？铁夹子，然后这样拨弄火，用这个夹子呢。 啊，加了一块木炭，啊，有一个炭，这个炭是什么呢？啊，取了一个红炭，就是炭火是吧？嗯。然后来到以赛亚，将炭粘在我的口，说：“看呢、啊、这炭粘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就罪恶就赦免了。” 所以这个炭火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从天上的祭坛，祭坛是烧这个祭物的地方，是吧？烧祭物就是什么呢？过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的祭祀是这样的：当我犯了罪以后呢，呃、当我悔改悔罪，那么怎么做？那么罪是让我死的，是吧？逼我走死路的。那么我要摆脱这个罪，得赦免，所以我要把这个罪呢交托给上帝。 那么这种，这种心意决定的意识呢，就表现为啊、呃，把这个罪呢，啊、呃，转嫁给羊身上。这个羊是耶稣基督的表象，所以在自己所圈养的羊当中挑一个最肥最美的羊，羊羔，然后呢，把手呢按在这个羊身上、羊头上，然后祷告。 把把自身的罪呢转嫁给这个羊上啊，请你接受我的罪，我把我的罪呢交托给你，因为罪呢是逼我走死路的，请你替我赎罪，是吧？然后把这个罪呢转嫁到羊身上，那么这个，然后把这个羊呢牵到祭市长手里，祭市长呢就把这个羊放到祭坛上，然后，然后把羊捆好，然后。 然后用刀呢割羊的脖子，这个乖顺的羊呢就像流血，啊，然后呢，看什么，啊，看看到这个悲惨的光景呢，啊，上帝的儿子耶稣为了我的罪，就像这个羊无辜的羊死亡一样，啊，他也要替我负罪被钉四十字架，然后。 确认以后，知道自己的罪是有多么的可怕，然后他他决心再也不犯罪了。就是祭祀的目的啊，就是让我们不再有恶念，不再去犯罪，这是祭祀的目的是吧？那么圣经的祭祀呢，就是那么不是让上帝吃羊肉是吧？那么就是让上帝替我替我什么，替我去死，来感谢，满充满满心的感谢是吧？ 这种祭祀是多么的高尚。那么羊肉、羊肉、牛肉，你猪头放上去，然后拜一拜，哎，这不是祭祀是吧？嗯，祭祀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是吧？啊，所以这个羊呢，在祭坛上要，呃，就像过去一样，把油脂啊这些东西的这个内脏啊拿出来以后，然后用火焚烧，这些油脂呢。 是有毒素的，是吧？动物的毒素是吧？都在血脂里面，那个油脂里面，象征我们的罪，是吧？然后我们的罪呢，这些油脂当中的罪呢，然后通过通过这个炭火呢，全都烧烧干净。那么这个炭火呢，就是赎罪的炭火，懂了吗？把这个炭火，以赛亚以赛亚先知的天使把它蘸到了。 伊撒亚现在的嘴上，所以说的你的罪呢都得赦免了，你放心吧。从现在开始，你是什么罪得赦免的人？你现在是大胆的去向那些那些那些啊、呃、罪恶中沉沦的人呢，向他们传述这样饶恕我们罪的上帝是吧？去传递这个饶恕我们罪的上帝，这就是啊这个光景是吧？所以使徒保罗啊，还有箴言二十五章，还有。 啊、呃，其他圣经的记录的，他仇敌的头上堆放炭火就是什么？你要让这个原你的仇人呢，啊，明白他的罪是吧？啊，没办法，你今天做你今天做这个现身说法吧啊。所以香酒呢，啊，啊那么爱爱一个人。 啊，这个恩叔说，我我不能住在月租的房子里，至少得住在哪儿？二十平，最少二十平的小公寓哈。什么？什么住宅？啊，这这这个，呃、啊，这个老百姓的房间。啊，这个房间才能嫁给我。李湘就怎么样啊？拼命的啊赚钱，然后呢赚钱，然后好不容易啊，好不容易张了。 张罗了一个呃房子是吧？这个房子得得在汉城至少得两个亿是吧？两个亿汉币，所以在江北呢，啊哈，哈哈，啊,啊,啊然后就吃方便面，上顿拉下方便面，下顿拉面，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赚钱攒钱，是不是买房子，供楼？啊，那么一年。 六个月攒了一年六个月啊，攒了两年六个月。那么在银行里定期存款，嗯，那么一看呢，银行余额已经到了一亿一亿七千万了啊，还还攒多少钱呢？还攒三千万就够了。再干多少行？再再干个六六个月到一年。 也就能攒下了，是吧？所以他就拼命的怎么样？拼命的攒，但是他有个盼头，是吧？只要攒下这笔钱，我就能结婚啊，就能买个自己的房子了，有个自己的安乐窝了，有盼头。所以没白天没黑的真的工。有一天啊，我的这个女朋友来找我，然后说：“说、就是、香酒啊，啊呃、啊，我的朋友来找我。”那么我遇见他，我就跟他讲什么？ 他就问，他就问攒多钱了？哎，我就攒了这么多了，就差一点了。但我不知道这个事实，我没看见他六个月哈、啊。然后我这个朋友来说什么？他陷于赌博是吧？啊，把六个月已经把把钱都给怎么样？都给都给输掉了哈、啊。把钱把钱输掉以后，把房子都都输掉了以后呢？然后现在就是。 什么都没有，他知道我身上有一亿七千，他能放过我吗？他就是朋友，他说：“我现在搞了一个事业啊，搞了个事业，啊，我现在啊，我去借两个月啊，好不好？这个这个投资啊是百分之百见效，肯定赚啊！现在我现在急需钱啊，这个利润就在眼前，借我两个月啊，把你钱借我两个月。” 啊！我再给你加上三千万，然后给你，给你弄上两亿，那你不就快点结婚吗？那我相信他是吧？相信这个朋友，我们两个是打小是呃两小无猜的朋友。那么我不知道他已经呃沾上了赌瘾，那个赌博瘾是吧？好了，那没关系，借给你。然后到赌场把这个钱都一一晚上都给输光了。 呵呵呵。<laughs> 一晚上都输光了，那们是恨不恨他？你说我恨不恨他？嗯，那么李香九呢？我呢是信上帝的人啊。然后上帝说：“按上帝的话，你应该、啊、饿恶的话。”然后呢？然后最后才知道事实真相。啊，哈，在汉城火车站打地铺呢，是吧？ 他朋友怎么办？朋友还是朋友，说走吧，上我家去吧。嗯，然后他说，那么心里内疚是吧？家破人亡，无地儿可去，完全成了一个叫花子。然后身心疲惫，啊，精神抑郁，啊，已经疲惫不堪。然后我带他到我家，然后给他做饭吃，让他洗澡休息，给他提供歇歇脚处。 他谢不谢我呀？他不谢我，他就不是人了，是吧？哦，你不恨我吗？啊、哦，我真恨你，我真想一脚踩死你。但是你为什么还对对我这么好？没关系，你快点好吧。啊，你现在别想那么多。嗯、啊，那么不是一天两天，大概一个月啊，这样啊、呃、帮助他，然后对他怎么说？李香九对他怎么说？ 一到星期六就去哪儿？去教会。所以我这个朋友呢，说啊，你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那么他就他就这个朋友会怎么想啊？你你所信的这个上帝呀、啊，真是爱仇敌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吗？是啊，是的。然后我给他打开圣经给他看，是吧？哇！ 那么我这个朋友会怎么问呢？那么这个上帝会不会饶恕我呢？他会爱我吗？那么我怎么回答他？那是当然的，那还用问吗？他感动不感动？对自己的罪，他明白自己的罪了。啊，原来上帝是连我的罪欺骗自己的朋友啊，倾家荡产的这个罪，上帝也会饶恕我的。他明白了以后呢，然后这个朋友呢跟我一块儿去。 成了这个信上帝的人了，是吧？懂不懂？嗯，嗯。钱没了，但是捡了一条命，是吧？生命比什么都重要。那么这个朋友呢，成为我最亲密的朋友，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复仇，懂不懂？啊、哎，上帝呢，是这样的爱大家，懂不懂？ 啊！上帝是这样的爱大家，嗯，过去你们所做的一切，挡不住一个悔字，在上帝面前，你们真悔啊！那么悔就是什么呢？你们认识上帝，懂不懂？啊！希望上帝的爱呢，在你们里边成为生命的气息，重新恢复你们的生命。 சோ oh. 慈爱的天赋，主是这样的大，主是真正的爱啊！慈爱的天赋，您的复仇也是这样的美丽，是拯救生命的复仇。我们没有爱，我们的复仇是扼杀生命的、自相残杀的复仇。主啊，我们现在愿放下这个复仇的屠刀，愿你用你的大爱赦免我们的罪。 对我们的罪进行复仇，主啊，当你用你的大爱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对我们的罪进行复仇的时候，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才会真正得到恢复。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是怎样的愧愧对你，但是你啊，却用善来待我们。我们知道用你的大爱，我们是可以恢复生命的，慈爱的天赋。求你。 用你的大爱恢复我们，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名，阿门。